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 Lakewood 的 Custom Shop M-56CP。 那么首先56在 Lakewood 的系列里面是指它的背侧板采用的是 Figured Kawa， 也就是高等级的火焰相思木。首先我们从面板上看，在不同的角度呢，它是呈现一个火焰的明暗的这个对比和变化。我们知道 Kawa 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华丽的木材，它的声音的特性呢是比较平和，而且具有非常好的中频的泛音的特点。那么这支筒型呢，它是 Lakewood 的标志性的 M 筒型，比我们常见的 Tedder 的 Grand Auditorium 要稍微的小一点，比 Martin 常见的 OM 呢要稍微的箱体要厚一些。那么首先我们看它的包边呢，是采用的是 maple 枫木，同时有镶嵌这个 abalone， 也就是鲍鱼母贝。我们的这个琴马 ebony 乌木，音孔镶嵌花环呢是采用的这个 maple 加两条的这个鲍鱼母贝，这中间的字符呢是采用叫 magic abalone purfling， 是神秘的字符。同时在纸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秘字符和音孔呢是一一的对应。包边呢采用的是 maple 枫木，同时在包边的里面呢同时镶嵌有很细的鲍鱼母贝。琴头贴面同样是采用高等级的这个火焰的相思木，它的有效弦长呢是65厘米。上弦枕的宽度呢，我们知道 M 筒型要稍微宽一点，我们这支定制呢仍然是43毫米左右，相对来说它的手感会、非常的舒适。作为56呢，它是采用的 one piece 一体琴颈，从我们的榫接部位一直过渡到我们的琴头、一体琴颈。同时在琴颈的后面同样有这个火焰相思木的这个贴片，它的卷弦器呢采用的是 Lakewood， 同时旋钮的转轴呢同样是采用的实木的木材。拾音器我们介绍一下，是来自 LR Bags Anthem。 那么这一支 M-56CP 呢同样是 Lakewood 30周年的纪念，今年是2016，刚好是 Lakewood 的30周年。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吧。